小学时候，玉婷就是个温暖的小女孩。现在长大了，站上奥运的殿堂，正在为国人拼命奋斗。希望国内不了解真实情况的人，不要冷嘲热讽。念了一段亲手打的留言，就差点流下心疼泪水。他是林玉婷国小高年级班导师江文明。老师没想过，印象中文静温柔的小女孩，竟然遭质疑性别，看不下去，一改低调作风，决定挺身而出。我有时候会跟他讲说，我就是小学老师，他以前是怎么样？但是如果他们还是在谩骂，啊，我是不会去跟他们吵，我只是正面的跟他们讲，就是这样。她就是女生啊。蒋老师现在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拿手机回复不实指控，希望酸民退去，但他相信林玉婷不会轻易被打倒。就是内心很，都什么事都藏在心上，虽然个子非常小，但是内心真的是成熟。翻开毕业纪念册，林玉婷戴着圆眼镜，白珠酷酷拍照姿势。当时只有130多公分的她，每张合照几乎都是最矮的那个。但蒋老师看见她的优点，带她进入田径队，开启运动生涯。个性比较不服输，所以大家会觉得可能同学啊，或是觉得她像小男生，个性像小男生啊。但是她就是女生，因为平常我们练习的时候，她是跟这四位男生一起拼，很敢拼。然后不服输，个性和速度快及十足爆发力，让玉婷成为田径队中唯一女生。长大后奥运拳击赛，她最爱的国小老师们当起最强后盾，相信玉婷能像小时候一样敢拼不服输，顺利夺金。玉婷，金牌，加油！三立新闻吴杰成、罗佩宇新北采访报道。